主裏面一齊嘅嚟到敬拜神。用我哋首先做一個祈禱。親愛的天父神，主啊，我哋感謝你，主啊，我哋多謝你，因為你係創造宇宙萬有嘅神。主啊，我哋多謝你，主啊，今早晨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要歡喜快樂嘅歌頌讚美歸榮耀俾你，讓主你帶領我哋每一個，叫我哋在你嘅同在裏邊將榮耀重讚歸俾你，也叫我哋同心合意，將一切嘅感恩歸於你嘅名。多謝你，聽我哋祈禱交託，奉耶穌得勝嘅尊名祈求， Amen。 詩篇詩人65篇呼籲我哋大家，凡有氣息嘅要嚟到讚美神，因為我哋嘅神咧，佢就係嗰位配得我哋感謝讚美嘅，佢就係嗰位宇宙嘅創造者，佢就係嗰位安置諸山諸海嘅神，甚至佢係嚟到使到混亂嘅一切嘅嚟到變為安定，能夠嚟到使到呢個喧哗嘅城市能夠嚟到平復。所以讓我哋一齊嘅，讓我哋嘅生命讓主嚟到帶領，叫即使係在我哋生命裏面嘅呢個嘅風浪，也靠著主能夠嚟到平息。我哋嚟到讚美主，將天敞開。Thank you.
Oh.
多谢敬拜组嘅弟兄姊妹、Media Team 团队、线上嘅牧师们、弟兄姊妹、新朋友，早晨，大家平安。首先，我报告嘅系登山宝训嘅课程，题目系《清心的人有福了》，响8月9号星期一早上9点。接落嚟系祈祷学堂，响8月9号，星期一晚上8点。接落嚟系小组课程，系认识愚昧人的特点，已经嚟到第8课，题目系固执，系响8月11号星期三早上9点。接落嚟系每个星期五嘅线上祈祷会，同样都响晚上8点。接落嚟系诗歌见证报道会，响8月15号星期日早上10点。鼓励弟兄姊妹邀请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可以个线上同我哋一起观赏呢个诗歌见证报道会，分享信息的是如勇敢传道。接落嚟是儿童主日学，响8月15号星期日下昼2点。接落嚟报告的是在疫情中的五饼鱼鱼事工。在呢个8月，佢哋有一个新的事工，就是宣教之路，我们一起走。教会将会提供物资给弟兄姊妹，帮助在疫情中需要支援的亲朋戚友或者是邻居。弟兄姊妹可以依照所提供的日期时间到教会领取物资。同样的，我哋都接受之前金钱或者是物资的奉献。日期领取物资的日期和时间是8月14号10点到12点。这个地区是达曼陈伯哥、拉萨基、巴西边居、巴西布德、本东、泽拉邦、斯里宾、瓜拉、加兰、冈萨。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住个地区的，你可以嚟教会领取物资。负责派物资的姊妹是超芳姊妹和 Alicia 姊妹。接落嚟是同样时间是8月14号12点到2点。这个是在其他地区，Sri Bodani Gunung Rabat 负责派物资的弟兄姊妹是智本弟兄和宝珠姊妹。接落嚟系2点到5点，呢个地区嘅系暗邦、松阿罗金、拉巴斯迪、马伦布、邦加兰、伊波加登、丹本同埋布赞。负责派物资嘅弟兄姊妹系红英姊妹、国民弟兄、美玉姊妹。接落嚟我读以下嘅经文：马太福音13章3到9节。他们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撒的时候，又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又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积不深，发苗最快，日土出来一晒，因为冇根就枯干了。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制住了。又又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又60倍，又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的报告是到此，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牧者 Pastor Joyce 分享神的话语。多谢大家。早晨啊，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親戚朋友感謝讚美主，我哋好快脆嘅又經過一個禮拜。我深嘅相信神都有喺你哋嘅生命嚟到引導帶領，同埋嚟到保守你哋，讓我哋真係若係繼續嘅
多多嘅嚟到為咗我哋嘅國家呢一個嘅疫情嚟到祈禱，因為我哋知道只有神肯當中嘅嚟到去幫助，咁我哋會睇到呢個疫情咧會好快脆嘅過去嘅。咁我喺度嘅都要愛首先嘅嚟到為著弟兄姊妹你哋嘅生命嘅嚟到祈禱，求神真係繼續嘅嚟到幫助你哋，俾你哋喺個呢個疫情嘅當中咧你哋會繼續嘅嚟到信靠，同埋繼續嘅嚟到去跟從按著神所俾過你嘅佢嘅寶貝嘅説話。咁即係讚美主，我哋要做一個嘅開始嘅祈禱。親愛嘅主，我哋感謝我哋讚美你，俾我哋再一次嘅透過在線上嘅，我哋可以同心嘅一齊嘅嚟到有呢個嘅聚會。神啊，我哋深嘅相信，我哋每一個人帶著一個渴慕嘅心嚟到愛領受你自己嘅生命之道，求神你在當中藉著你自己真理嘅靈，主啊幫助我哋，俾我哋呢個心嚟到領受今日你所愛我哋聽嘅，求你賜福我哋以下嘅時間，叫我哋在你嘅話語上嘅裏邊嚟到得著你嘅亮光，得著你自己嘅鼓勵，得著你在我哋嘅生命中主啊我哋所需要愛嘅答案嘅。感謝讚美主，奉耶穌基督嘅名求， Amen。 感謝主。咁今日咧，我要愛同大家嚟到分享一個嘅主題，就叫做沒有深度的生命。咁咧就多謝頭先阿鳳英又幫我哋讀出呢一個嘅經節，喺呢個馬太福音13:3-9。咁陣間當我分享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嚟到讀呢一個馬太福音嘅13:18-23。咁在呢一個嘅信息嘅裏邊，讓我首先嘅嚟到去解釋，在呢一個嘅比喻，呢、這個撒種嘅比喻，耶穌愛俾我哋有佢嘅寶貝嘅嗰種嘅教導。因為耶穌自己本身知道很多人是在那裡的來到去跟從祂愛來到聽祂的教導，耶穌祂不會覺得很驚訝說有這麼多人的來到時尚的來到擁擠的愛來到聽祂的教導，聽祂的那個分享。耶穌知道所跟從祂的那些人呢，未必是一定會來到相信他所有的教導，更加當他引導的來到做這個教導分享這個天國的福音的時候，他都知道有些人都不會來到真的來到去接受，他們要愛這樣的來到跟著耶穌，是因著他們看到神跡。所以這個是耶穌的心意，要透過這個的比喻你都幫助我哋每一個信徒，你都知道在呢一個嘅比喻嘅裏邊，耶穌愛嚟到鼓勵，嚟到教導，嚟到愛幫助我哋，叫我哋要愛帶著一個點樣嘅心，同埋一個點樣嘅態度嚟到去領受神嘅説話。所以在呢一個嘅比喻嘅裏邊，係代表到有講到四種嘅嗰個嘅土地。咁我哋都可以講呢一個四種嘅土地，都可以講到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呢個四種嘅心。咁我哋睇得到在呢個比喻嘅裏邊，一個嘅撒種嘅呢一個嘅比喻嘅裏邊，講到呢一個嘅種子，呢、這個種子同神嘅説話嗰種嘅比較係乜嘢咧？做咩耶穌會用呢一個嘅比喻攞呢個種子咧？就因為在聖經裏面的很清楚有講俾我哋聽，神的説話是活潑同埋係有嗰種嘅功效嘅。嗱，呢個係喺希伯來書4:12。我哋知道人的説話同神的説話咧係唔同樣嘅。神的説話係帶著有生命嘅，呢個生命係可以嚟到傳授俾個凡係嗰啲願意嚟到去相信神嘅説話，
更加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到去知道神的真理是必须要在我们的心中来到去扎根的，使到我们这个生命就可以的来到为神来到结这个美好的果子。所以整个在这个比喻的里面的，我们要爱来到去思考，求神来到帮助我们，给我们来到看到这四个的土地，我们应该要防备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使到我们这个生命呢有那种的深度，就是因为当我们愿意的把神的说话在我们的心中来到扎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是为主会来到去做美好的那种的工作。更加的最重要的，我们在这个地上继续的神给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最重要的就是要为主来到去结这个的果子。所以我们就要爱来到去来到思考来到去看这四种的土地。第一个的土地呢，就是讲到坚硬的土地。当讲到这个坚硬的土地，就首先我要爱来到去解释这一方面的，是按照在圣经的里面，在耶稣那个时代，尤其是在这个巴勒斯坦，当那些农夫在那里的在田那里，他们要爱来杀这个种，让我们来到清楚的知道，在那个地呢，他呢就是他们会来到有一行一行的那些泥呢，他们已经就预备了，有一行呢他们就是预备爱来到去种的，另外一行的呢可能会窄一点呢，就是给人来到去行的。所以这个杀种的人，他会来到按照他们所有的那一行给人行的呢，他们就会走那条路，他们就会杀那个种子。当他们杀的时候，可能会有时候会有那些风，那些风一吹呢，那些种子可能就不会跌正那个土地，他们所要种的可能就会跌在人行的那个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讲到这个人所行的那个路呢，就因为多人来到行啊，行得太多呢，咁嗰條路咧就變咗點樣咧？嗰啲泥咧就變咗硬化咗咯。所以係嗰個撒種嘅嗰個人，把嗰個種子一下撒落嗰個爐嗰度咧，咁你就可以想象嗰個種子咧就唔可以入到嗰個人行嘅爐嘅嗰個土地。所以耶穌有講到呢一個係乜嘢咧？这个呢就是路旁，这个路旁就是讲到这一条路了。当耶稣这样来到去讲的时候，让我们就看看耶稣所给我们的那种的解释，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的十九节，这里讲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讲，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杀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杀在路旁的了。所以当我们讲到路旁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一条路是那些人在这样行上行下的，就已经硬化了，就我们可以讲是一个坚硬的那种的土地。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讲到而表道讲到有一班的人，他们是没有那种的愿意的把他们的心敞开来去领受神的说话，都可以说他们不愿意的来去相信。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讲到他们不明白，这个不明白呢，是实在不是说他们真的完全不懂，他们是没有那种的启示，他们已经被蒙蔽了。那不是说神没有来到讲清楚或是启示给他们知道，那问题就是他们实在是有领受到，很多次我们会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会很清楚 很简单的会来到去讲给别人听，但是因着那个人的心，他们拒绝，
所以因着拒绝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就会被他们自己不明白，所以不是他们没有那种的启示来到给过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讲到这个坚硬的土地，就是讲到一个那种的刚硬的心，那种的不愿意的来到去相信，又或是因着有那种的骄傲的缘故，所以虽然是神的说话是这样讲，但是呢他可以拒绝，不可以来到去接受。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我们就求主真是赦免我们要爱，给我们自己来到悔改，我们不可以落在一个这样的情形，我们都不可以给我们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心。但当你是有机会的来到帮助人来到信主的时候，让你都看得到在这方面的来到怎样的去来到帮助。弟兄姊妹，现在呢我就要爱继续讲到这个的第二种的那个土地，这个呢是讲到土浅石头地，这个呢是按照在这个巴勒斯坦那里他们所讲到这个石头地呢，他们是很普遍的，他们会想到是什么呢？就是讲到那个石头地呢，是讲到它那个上面的泥呢是很薄的，咁下邊咧就會有嗰啲嗰種嘅石灰岩嘅，就唔學似我哋一講到我哋呢度馬來西亞嗰種嘅石頭地咧，我哋就諗到喺下邊咧可能會有好多嗰啲細細粒嘅嗰啲石頭，但係喺巴勒斯坦咧就唔係咁樣嘅樣嘅，所以因著咁樣咧，所以咧就可以睇得到嗰個地咧就冇嗰個嘅深度。咁因着冇嗰個嘅深度嘅緣故咧，所以你會睇得到係嗰個種子跌喺呢啲咁嘅石頭地咧，你可以睇得到，雖然係種子會入咗去，但係咧，當佢扎根嘅時候咧，係扎根唔穩嘅，因為嗰個根一落到去咧，佢嗰個地咧，嗰個泥咧係因為好薄嘅緣故，所以佢嗰個根咧就會落到嗰個石頭嗰度。是落到石頭那裡，就即是說它沒有吸收到它所有的那種營養，所以這個的種子呢所落在這個這樣的石頭地呢是怎樣的樣呢？是沒有那個深度，所以是當是真的一大風來呢，它就可以的很快脆的就是會這樣的倒的了。所以這個呢就是在巴勒斯坦他們所很普遍的，他們會講到關於這個的石頭地。那我們就看一下，按照聖經的裡面，在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節和二十一節，這裡講什麼呢？就講到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那二十一節這裡講，只因心裡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嗱，呢度咧就係講到預表乜嘢咧？預表講到一班嘅信徒，佢哋冇嗰種嘅屬靈嘅嗰種嘅深度。做咩冇嗰個屬靈嘅深度咧？佢哋係雖然有嗰種嘅火熱，但是在他们的生命，他们没有被神的说话成为这个的根基，所以当他们一面对有什么的试炼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容易的来到去跌倒了。所以这里是耶稣要爱来到提醒叫我们来到知道的，就是讲到我们要爱给我们自己有这个属灵的深度的呢，我们要爱在神的说话里面，真的要爱来到去注意，来到去思考，要爱来到给我们去明白。虽然是你一听到神的说话，你会很快脆的，很欢喜的，你即刻的，但是当你这个即刻的态度呢，是你没有给你自己去明白，去来到思考的时候，你會好喜樂、好快脆嘅領受，但係你又好快脆嘅俾你自己咧，就會嚟到去放下。就好似有陣時我哋都會講一啲人做嘢佢開始咧就好快脆咁嘅開始，但係咧佢就冇一個好嘅嗰種嘅結束嘅做得好快，冇好好地嘅去嚟到思考嘅時候咧，這個係
好危險嘅，所以呢度咧係耶穌愛俾我哋有呢個咁樣嘅提醒，我哋唔愛俾我哋自己落在咁樣嘅土地，我哋要愛有嗰種嘅深度嘅咧，就係講要愛喺神嘅説話嘅裏邊咧，要愛去深一層嘅去嚟到領受嘅。咁我就要我嚟到睇到我哋第三嘅嗰個嘅土地嘅，就係講到呢個種子落在呢個荊棘裏。咁咧就當我哋講到呢個種子落在呢個荊棘裏咧，實在呢個係一個好都要愛去小心嘅嚟去睇，都係一個好容易被呃騙嘅。做咩會咁樣講呢？因為有陣時我哋睇得到尤其是嗰啲農夫，當佢哋種嘢嘅時候，係佢哋知道嘅咧，佢哋唔會咁快脆話講要把嗰個種子咧掉落個地嗰度，唔係咁簡單嘅嚟到睇話講啊嗰、那個地嗰、那個土地好靚喎。冇其他乜嘢喎，因為你係睇外表嘅啫，但係你冇睇到嗰個地嘅裏邊係乜嘢，因為係當你一挖嗰啲泥嘅時候，嗰啲泥嘅下邊入邊咧，會有好多其他嗰啲雜草嗰啲根啊，啫嘛，啊，所以呢個咧，我哋真係要愛嚟到小心嘅，要嚟到去知道。最尾講到落在呢個荊棘裏咧，因為當呢一粒嘅種子落咗。入到嗰個土地，咁呢一個好嘅種子，同埋嗰啲嘅雜草嗰啲根咧，就會飆上嚟。因為你喺上邊，你咁樣睇嘅時候，你諗住啊，我咁放個種子落去就可以啦。但係你冇挖嗰啲泥喺入邊嚟到去睇下，係咪真係入邊嗰啲泥都係乾淨嘅？啊，冇其他嗰種嘅雜草喺度嘅嚟到去受影響到嘅，所以係成為一個真係有經驗嘅農夫咧，佢哋會知道點樣嘅應付。唔係咧，你會睇到呢個嘅好嘅種子同埋呢啲雜草嗰啲根一喺度成長嘅時候咧，咁因著呢雜草嘅根太多咧，就會逼到咧嗰啲好嘅種子咧唔可以嚟到成長啦。所以呢度耶穌愛俾我哋咩教導咧？就係喺馬太福音13章嘅22節呢度講到咩咧？撒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又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道制住了，不能結實。嗱，呢度就清楚就講俾我哋聽，呢度就講到呢一班嘅信徒，佢哋雖然係有領受到神嘅説話，但係因著佢哋有太多嘅嗰種嘅世上嘅種嘅思慮，或有嗰種嘅錢財嘅嗰種嘅迷惑，就使到神嘅道咧被制住。嗱呢度咧係要愛嚟到提醒，叫我哋愛對神嘅説話咧，我哋要愛曉得去守住。所以唔論我哋落在咩環境嘅當中，我哋要愛嚟到去相信，要愛嚟到俾神嘅説話喺我哋嘅生命嚟到扎根嘅，我哋就要愛對神嘅説話，唔好嚟到去疑惑。我哋要愛對神嘅説話，要我信得過嚟到知道神啊，係你嘅説話咁樣講，雖然係我會有呢一個經濟嘅問題，係雖然係我係喺我嘅呢個日常嘅生活嘅裏邊，我有咁嘅缺乏，但係我相信你係嗰一位可以供應我嘅。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愛我哋嘅生命有呢個嘅深度嘅，我哋就要愛真係保守我哋嘅心，唔好為著呢個愛追求呢個世界所有嘅，唔好嚟到俾呢個錢財嘅嚟到去迷惑嘅。我哋要愛嚟到喺呢一方面嘅。嚟到求主嚟到幫助我哋，使到我哋唔會嚟到帶住一個嗰種嘅分心嚟到去對神嘅説話。嗱，呢個係就係耶穌愛嚟到提醒嚟到去幫助我哋嘅。咁另外嘅我哋就睇到第四個嘅嗰個嘅所講嘅就係講到呢個好嘅土地。嗱，呢個咧。就係講到好嘅土地咧，係講到呢一個嘅土地咧係深嘅，嗰啲泥咧係好多好深入嘅，係乾淨嘅，
同埋係嗰種嘅好好腍嘅，唔會硬嘅。所以當嗰個種子一種咗落去咧，啊嗰個地咧就可以，嗰個泥咧就可以吸收呢個個種子，咁就有嗰種嘅營養，咁就會睇到有嗰種嘅豐盛嘅嗰種嘅收割。嗱，呢個係預表乜嘢呢？就按照喺馬太福音十三章嘅23節呢度講，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到明白了，後來結實，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嗱，呢度咧就講到呢一班嘅信徒，佢哋帶著嗰種嘅願意去哋都領受神嗰度。願意的去到去信服，同埋忠心的去嚟到守住神的説話，使到佢哋嘅生命是可以嘅嚟到結果嘅。所以我哋可以講到呢一類嘅呢個好嘅土地咧，係講到呢一班嘅信徒，佢哋係願意嘅去嚟到聽從神嘅説話，佢哋願意嘅要愛去嚟到明白神嘅説話。所以當他們願意去明白的時候，他們就是給他們自己機會的，把神的說話來到在他們的心中，來到去扎根的。不單止這樣，他們都願意去接受的，他們願意在他們的心中的，他們都領受，給神的說話在他們的心中的，來到藏在心裡的。他們願意可以守住把神的说话，要爱的来到在他们的生命，要爱来到给神的说话来到居首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那种的从耶稣所给我们的那种的教导，使到我们所听的一切的道，为我们所看的神的说话的时候，或是当我们在参加课程的时候，我们就提醒我哋自己帶著一個點樣嘅心同埋點樣嘅態度去對神嘅説話係好重要嘅，因為呢個係在乎你點樣嘅去嚟到去回應神嘅説話，就會睇得出你嘅生命整個你呢個生命嗰種嘅深度係到邊一度。咁我要愛做嘅結論嘅就係俾弟兄姊妹嚟到知道係我哋愛有呢一個嘅嗰種嘅深度的生命呢，就让我们来知道在圣经里面都有给我们有这个的教导。那我就要爱给大家来知道我们怎样可以给我们自己有这个更深度的那种的生命呢，让我来跟大家来分享在圣经这个的诗篇的119篇9节到16节，是讲到我们这个诗人这个大卫王，他是一個很渴慕神說話的一個人，就讓我們就透過這段的經節來到大概來到去看他怎樣的在神的說話的裡面來到給神的說話在他的心中來到扎根，使到他整個這個生命呢，就是真的看到他整個這個生命是有那種美好的根基，是真的看到他那種的深度在當中的。我哋睇到呢一個嘅詩人，去曉得嘅嚟到去操練佢自己，操練佢自己乜嘢咧？操練佢自己要愛把神嘅説話藏在心裏，免得咧佢會嚟到得罪神。嗱，呢個咧就係喺呢一個詩篇嘅119篇嘅11節。咁然後喺呢一個13節呢度，大衛王佢係唔單止曉得嘅話，愛把神嘅説話保守在他的心中，他曉得的要愛來到背起神的說話，他要愛在這一方面的來到將用他的口來到肯到的來到講出神的說話，肯到的背起神的說話。不單止的背起，在這個15節就講到他肯到的默想神的說話，他肯到的思考神的說話。那在16節那裡都有講到什麼？講到這個詩人他在那裡的要愛來到記住神的說話。我們感謝讚美主，我們看到很多教會在諸學裡面從小的就教導那些小朋友呢，會去來到背這個的經節，這個實在是幫助他們的生命的。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詩人他曉得這樣的去做，是因著他有這個這樣的心來到知道我愛活出一個聖潔
同埋一個神所喜悅嘅一個嘅生命。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睇到佢所有嘅嗰種嘅態度，點樣嘅幫助佢自己嚟到去建立有一個深度嘅嗰種嘅生命。我哋睇到呢個大衛王唔單止係咁樣嘅樣。在第十節那裡都有講到他是在那裡很專心的來到尋求神。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們在神的說話裡面，我們時常有機會聽到很多神的說話，我是在那裡看神的說話，讓我們帶著這個專心的來到神的面前，使到我們可以的來到領受到神的說話進入在我們的心中，來到可以的來到扎根的。感謝讚美主。最後我們都可以來到看得到這個大衛王在這個十四節和十六節的這個詩篇的119篇，就是講到他怎樣的對神的說話是帶著那種的喜悅，那種的喜悅，他喜悅到是比他自己很深入的那種的很渴慕來到追求神的說話，來到的地步就是說他隨時的是可以把神的說話在他的生命的來到扎根的。所以感謝讚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在這裡來到去鼓勵我們大家的，就是我們越多的肯神的說話來到幫助我們的時候，我們這個生命才是可以的來到做到神所愛我們來到去做的。所以要記得要愛日日的要讀神的說話，要日日的要愛思考神的說話，要愛日日的給自己來到去記住默想神的說話。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愛信服神的說話，就要帶著有那種的行動來到活出神的說話。感謝讚美主。我們看到今天我所要分享的是在這一方面，但是在結論的裡面的，我要愛給弟兄姊妹知道的，就是當我們講到結果子的時候，我們這個生命可以為神結果子的時候，是講到什麼呢？是講到我們的這個聖潔的生命，是可以講到我們基督徒的那種的品格，是講到我們那種的善行，講到我們怎樣的帶領人來到信主，講到我們怎樣的來到我們所有的祝福曉得跟別人的來到去分享，都有講到我們在這裡的思想的會來到讚美神。所以這些一切呢，就在我們的生命，我們所應該要結出的這些的果子。但是最重要的，我們要愛有神的說話在我們的心中來到去扎根，使到我們可以的來到去活出這些這樣的見證的。那麼我在這裡的最後的要愛來到講的，實在在這個四福音書裡面 有三個的福音書呢，耶穌都是在這裡的用這個撒種的比喻呢來到去做教導的。那你可以發覺到在這個三個的福音書裡面，這個的撒種的比喻的結論呢是有不同樣的結論，但是一個美好的那種的耶穌所給的那種的教導。那就讓我在這裡的來到讀出這個來到做我的結論的，就是在這個馬太福音的13章9節，這裡講到有意可聽的就應當聽。這裡很清楚講應當聽，我們應該要去聽，所以不要拒絕的，我們不要給我們自己詐聽不到的，神所有給我們的說話的，我們就應該要去聽的。另外一個的，就在這個馬可福音4章24節，你們所聽的要留心。這裡鼓勵叫我們，當我們聽神的說話的時候，我們真的要用我們的心要去注意來去領受，那你就會看到神的說話就會扎根的。路加福音8章18節這裡講到，你們應當小心的去聽。這個呢，就另外一方面的耶穌在這裡提醒說，我們要愛在我們的心中要愛很謹慎的，愛很注意的，可以來領受神所給我們的說話。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就會扎根了，你就會看得到你整個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有那種的深度了。這個是耶穌愛我們去得著的。所以剛才所分享的這四種的土地，你是屬於哪一個呢？讓我們大家在這方面的繼續的去追求，我們要愛做一個在神的面前神所愛我們
佢哋去做嘅，让我哋呢个心系有呢一个嘅嗰种嘅敞开，同埋嗰种嘅渴慕，同埋嗰种嘅愿意嘅去嚟到顺服去听从神嘅说话，使到我哋呢个生命系嚟到荣耀神嘅。感谢赞美主，让神嘅说话嚟到祝福嚟到帮助弟兄姊妹。咁我哋就喺度约我做一个嘅祝福嘅祈祷。亲爱嘅主，我哋感谢赞美你，俾我哋在这一段嘅时间嘅里边，我哋从你嘅说话嚟到领受你嘅教导。神啊，帮助我哋嚟到去省察我哋自己呢个生命，让我哋睇得到我哋呢个基督徒嘅生命，按着神你所俾我哋在呢一个嘅撒种嘅比喻嘅里边，主啊，我哋要有更多嘅渴慕你嘅说话。在我们的心中来到扎根，使到我们是来到为主来到去结出美好的果子。神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你更多的说话的教导，领受你更多的从神你那种的亮光，你的生命之道，叫我们的信心来到成长，叫我们有更多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让神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慈爱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